孙女的会员正式开启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街坊花絮及我个人的小影片，快加入会员当我的阿公阿嬷，让孙女孝顺您吧。大家好，欢迎回到孙女访问中，我又去蹭饭了。有位粉丝先前寄了封信给我，这里先暂时称呼他阿维。信件中夹藏几张他的自拍照，我不为所动。直到信件最后出现了这个东西，提起了我的兴趣。你家怎么有个坑呢？于是本人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北海岸的万里家头。等等，忘了讲开场白了。请问可以帮你出 U 拜个钱？欢迎欢迎，新年快乐！能导航导得到？哦，可以啊，因为我刚确认。请进。新年快乐！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怎么又有礼物？一进来就有礼物，来，新年快乐！很随便啦、啊，我随便放的，谢谢，对对对，谢谢。我叫阿伟，阿伟嘛。对啊，这是我太太。阿璇，阿伟，阿彤，阿彤，阿彤是吗？好，OK， 这是你们家特殊的设计是吗？也不算特殊的设计，就是我刚搬到这个家，我就有一些想法，大概想要怎么把它斗起来，就有点像日式那个烤炉，因为一般家庭你不太会有这种东西啊。就来到这个家，我觉得哇。感觉很适合，你不觉得这个客厅的氛围感觉就还蛮不错？就是，这边是客厅，对，这边客厅，就我们只有分客厅跟卧室而已，待会可以逛一下。好啊，好啊。对对对。香鱼来了，香鱼来啊！来来来，它有专门的盒子装的。哦，是和牛哎，真的是和牛啊！我也没吃过哈，来一起来吃吃看。那口水刚差点出来。啊，对了，我买两个了。我一个是买和牛，我另外一个就是全联买一买，1600多块。我想吃看到底有什么区别啦？和牛真的有那么好吃吗？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菜单是什么？就是寿喜烧，寿喜烧跟烤象鱼。对，就这样子，很简单吧。蹭饭菜单，朋友来才会开炉汁，插在沙子里的烤象鱼，撞击人生第一口和牛寿喜烧。一点都不低调。哎，你在跟你同学视讯吗？那你同学有没有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不知道。你叫他上网搜寻孙女的影片。直接订阅了啦。同学要订阅哦，要看哦。彤彤，拜拜。你那边学校100个哦。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2年吗？差不多。我是金山人，但是因为家里。没有多的房间的，就是到处租一租租，前后后两三年是搬了3-4次家左右吧。那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吗？我是陶艺师。不是啦，我是做陶的，因为我太太是做肥皂的。那刚刚我女儿说的，那就是我跟我太太一个比较玩趣的小品牌。正职的工作是在做陶艺。对，那我本身我也喜欢。所以我自己私底下的时间我也是在做这个，所以我等于是所有时间几乎都是在做陶。我其实上一份工作跟这份工作差很多，上一份工作是一个整骨师，整骨师看不出来，因为我瘦瘦的，那时候住板桥，在台东区做，每天这样通车，哇，好累，而且每个人就是上下班就是步调都超快的，你几乎你就是。感觉人生就是为了赚钱，然后有点行尸走肉。在板桥原本住的是租的房子，对，那个地方也不错。那它是大圆柏的旁边，然后、很精华地段。对，很精华地段，可是租的。你就想它周围人一定都是每天刷刷刷，跑来跑去的。就你一出去，你感受不到那种，你自己静不下来。你就必须好像跟着这潮流，要出去刷刷刷，对，就刷刷刷，自己也刷起来，这样不知道在刷什么，每天要刷刷刷，这样，哇，受不了啊！即便我的技术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但是我还是就毅然决然，我就做了6年，我就离职，然后就从台北搬回金山。我想要享受生活，我想要慢，我想要那么快。对对对，我平日只要好天气，我怎么上班？我骑我的公路车，就骑到你这里喝咖啡，从这边骑到那边去，大概10公里啊。然后你就活起来，整个身体就活起来了、啊。你下班，你又不是觉得说很累，你是一种很轻松的骑在北海岸，你左边就是海，你右边就山，然后就这样骑，慢慢的听着你的音乐，就这样骑回来。
然后回来之后就继续工作室，再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超爽。然后我现在这个家又这么的有仪式感，好难想象下班然后骑在北海岸的公路上看海回家的感觉。这个没有体会真的就没有办法了解。你觉得你真的活在生活？那跟太太是怎么认识的？哦，网络上认识的，啊，算蛮有的。对，网友。以前的网友就是认识的。啊，对。你怎么知道？《仙境传说》啊哦。对啊。他就在我旁边，就说：“真网婆，真网婆。”哎哎哎！不要讲这个啊！然后我看到周遭都没有人。哎，喝啦喝啦喝啦！等一下，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一趴。直接哦，不是啊，你刚才说不要在网络上争网公网婆很危险，然后说为什么我很帅，欸？我没有想到对趴，你是有真心觉得他帅才跟他在一起，就觉得他很有趣，后来就约出来见面吗？嗯，我那时候耍点小聪明，就刻意带了一个对小提琴。欸，他跟我见面带很多家当，他带，他说都给你啦，下次再来拿。把我最宝贵的东西给你，把我顾好。提琴啊，然后像我以后再拿，这样是不是就有机会了？然后就当兵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当兵的过程，通话通道在一起。原本也没想特别想要结婚，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就顺顺的，缘分自然就好。那就是遇到99年，那时候99年9月9号就有一个刚好比较吉祥、长长久久，就来登记一下。就但是我们太急了，我们7号就去了。没有，真的，我们7号就去，然后就跟那个公务人员讲说，那可以帮我们上面改9号。可以啊。然后说好啊，可以。没有，他就是有，他本来就有一个法令，就说，因为他知道那时候一定一大堆人去结婚，他就说可以提前去，不要挤在同一天。你们还是早鸟哎。对，我们早鸟。最后身份证上还是99年9月7号，那想说可以，我就是要9999。吃饱喝足，来参观一下阿伟的家，就是我专属的小空间，你坐陶的地方。对对对，坐陶的地方就很简单啊，电脑，我有歌唱设备，自己也蛮喜欢唱歌的。真的假的？对啊，给大家听啊。在网络上唱吗？有时候会啦，就是玩玩而已。这些都是半成品的陶器吗？哦，对对，五胚而已，就做完。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坐陶的过程吗？坐陶的过程啊，就是我们拉胚机嘛，我们需要有土，然后放在拉胚机上。这个是土，这个是土，这下面这个都是土。哦，那都是土，那一桶里面是？这是水而已，我们不能有太大摩擦力，所以我们要保持湿润。就像那个韩剧里面那样。就是那个，啊，对对对，就是那个。那拉完之后就是修胚，反正就是。很繁琐，你修完就从土然后拉对，就变成这样子，对，然后你可能会有上面这个形啊，你要把下面修胚修完这样子，还有接胚各方面的。这个小房间是因为坐陶不能晒到太阳之类的吗？是，哎，这个有一个故事来，这个是因为当初我们养一只猫，啊，猫就白目啊，它就会上来，然后就会尖，它看着你，然后要跳上去，然后你就生气，嗯。他就跑掉，等你在那边弄了，他又过来，又在那边扭屁股，又要跳，我受不了了，我就花钱把他给盖起来，结果半年之后他就死了，他还死在这间呢，真的？他说你不让我进来，我死在这间。不可能，猫长这样哦，很可爱哦，你们还把它做成枕头哎，哦，对啊，它叫什么名字啊？乌米，就是日文是海大海的意思，原来就是这间。小工作室的由来，对，这边是房间嘛，对，这边就是房间，这个是阿童的房间，啊，对啊，阿童的房间，浴室也可以关心，上面也是，真的假的？对啊，上面，哎，等一下，这也太露天了吧？这隔壁阿伯真的不会来偷看吗？不会，但是影片出去，我上面可能要遮了，因为其实有地方看得进来，很露天呢，欸，是这样，简单的配置，这个是你们的衣柜吗？就是收纳柜也不算衣柜，衣柜是也没有，就是这样了，衣服少少的。衣柜就这样，就这样啊。这是你跟太太的衣柜，没有就我的，你个人的。个人，然后就我太太跟我女儿的。哎，你们的衣服很少哎。对啊，就要穿多少？有点乱。看看你的情书长怎样？哎呦，这是我跟我爸合照，小时候。这是什么？这是啥？哎，不是，我们。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不要不要！我来看一下。不是啦，哇，这影片出去惨了啦。哦。哎喂，哎。哇！哇！不是啊。哎喂。写给老婆的，对啊，卡片，这是在军中寄的，左营邮政，好丑，哇，你看吧，哼，要翻，大家来翻，这里还有，哎，你做很多哎，对啊，所以其实我以前也算蛮浪漫的啦，真的耶，这个是我太太写的，啊，不是要翻，啊，我画出去了啦。你就是我的天使，让我永远守护你。这不要看，我愿意用生命去保护你。哇，好浪漫哦！哎，谁用螺丝想盖到上面？为什么？拼！我记得这是你盖的吗？这不是我盖的。看完情书，我们回到餐桌上继续闲聊。阿维告诉我们，其实回金山后还发生一段绿岛小插曲。其实我一直觉得做好这种东西很难，文创的东西好难哦。如果你没有一些资源的话，其实真的很辛苦。我就其实有觉得说好难哦，就是想要去赚快钱。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弟弟也要开民宿，就问我啊，我也喜欢绿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毅然决然就把这边舍弃掉很多资源什么一切这样子。过去这样，我看是自己亲弟弟的，那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讲明。我以为过去就是我们付出相同的付出会有差不多的回报，他觉得他是门面，让他来承担这个门面这样子，那你就隐居二线，美其名给你一个，你就是隐居在后面，我保护你，哦，外面有什么流言蜚语全冲着我来。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全都要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从绿岛回来之后，还有跟弟弟联系？我没有主动联系，哎，要不要主动联系一下？我没有主动联系，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家族聚会之类的，对对对，你就必须到，那就是一些很客套。我们以前不那么客套，我们以前非常好，那个好到他只要从绿岛回来，我就是只要我在，我几乎常常都请假。为什么会这样跟兄弟感情那么好，就是因为我父母在我们国高中的时候离婚了，那手足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只剩手足，所以说一直把握得很好，就是那种那一份情感。你都叫他什么啊？我以前都叫他狗安了，因为他有一个安字，有没有？因为很奇怪啊，我家狗来狗去，我也不知道他狗什么，所以你是他叫你狗为的，哎，对对对。啊，最小的那个狗豪，欸，三只狗啊，可能是我们小时候住山上啊，光溜溜跑来跑去，跟狗一样。就在绿岛之前，跟弟弟感情其实非常好，非常好，也无话不谈啦，就是很直线。也是因为大家都各奔东西啊，其实你没有意识到说，他其实想法跟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全你就你就觉得你那还是当初那个弟弟，刚好哈。就有这个局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聊一下。其实一直我也都没有跟他说出口的话啦。我是很希望哦，我们可以再好了。我已经不在意了。对对对。这段话从来没有跟他讲过。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是啊，终究是兄弟，一家人。因为现在太客套了，就觉得说，也不需要变这样。其实回来前一年我还是很不好，去年大概年底左右，我才真正的就放开心。我心里一直觉得啦，我会发生绿岛那种事情，是因为老天爷就是觉得我是做到的。我老板讲，他就说。你在做陶世界太多的变数，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你唯一能掌控就是你把胚拉完，修完胚，那个土胚在那边，那个是你最大的掌控。剩下很多都是老天爷帮你决定。做陶是什么意思？
做陶，就像你的人生这样子。哎、欸，对啊，所以我就是做陶的、啊，我才面对到自己，我就是很笃定的、啊，就是我这辈子我就是做这个，我不会再变了。你说我发生不好的事吗？其实我觉得我发生了很多很好的事。转眼蹭饭也来到尾声，阿伟赶在日落前带我们去泡温泉。刚要搬回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好像觉得不知道回来会怎样。从台北到回信义山，然后再到绿岛去，然后再回来这样。现在在这边应该很快乐吧？我现在是算快乐，但就是很正、很平常心的在生活。因为你会特别感到快乐，那就是你可能没有不习惯在这种生活，你突然来一下就觉得哦，突然觉得好快乐。哦，就是当我已经生活到我觉得我很富足，然后我老婆小孩在身边，他们可以在这里过得很好。嗯，那我就觉得很满足。从台北到绿岛，最后落脚金山，从整谷到民宿，最后继续做陶。虽然曾经要好的弟弟不一样了，虽然很多事情不能掌控，但有什么比在客厅烤着火，在北海岸骑着车，在夕阳中跟家人泡着温泉更富足的事了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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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这样蹭了七个小时的饭才道别了阿维一家人，回台北继续刷刷刷。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哦冲掉你所有伤疤。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下得好大。哗啦啦啦啦，没有人和我说话。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自己在那嘻嘻哈哈。哗啦啦啦啦，我被淋湿了。